爷奶奶像小鸡蛋，你敢相信吗？他们一定不信呐、啊！你不信的话，那有种就把那影片给我看完。他们不敢看完，给我看完。来，跟我走。这个地方就是嘻哈阿妈练习的地方。他们明天要上小巨蛋了。我，走错，赶快走，这是死人窟，赶快走。阿公你几岁？我73。本孙啊，不要想。你孙啊，会去看你表演？你为啥会去哦？今天打研究所啊，今天进来会打研究所。哎，看你跳起来也考。阿公没了，那真厉害。人家搞啊，那家搞。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。好厉害啊！超强！你明天要不要去小巨蛋？不要，不要，就该把你除掉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们即将出发去小巨蛋，但是我很累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精神超好。好机场啊！少年嘞，到啊，好机场啊！你紧张到无困啊？有啊，哦，昨暝我刚才有困，我刚才安尼有困。你昨暝咋不困？咋五点出去啦？规暝拢无啥困啦。这是紧张啦。紧张，你高兴来家啦。是啊。没办法，阿公竟然在把妹。你今天也很醉哦。慢考啦。妈睡呢？不睡呢。哦，就行，对吧？不管怎样，那先到位置，甲讲，好吗？准备上台啊，紧张了。不会，现在。阿妈，我就紧张了。气也无跳，还紧张死。对吼。但也是被当踏上我们人生的第一次小巨蛋。你不但打破了这个街舞的刻板印象，同时你马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典范。吉利，那过年其实舞节就重要，你也在讲过一些。甲你孙阿公，你刚你讲去跨过小巨蛋，好不好？你阿公有跳过小巨蛋过，好不好？这就不简单嘞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紧张未必要紧，好好去享受这个舞台。新年好！第一次去你小巨蛋，你敢有？你敢有想讲敢会发生这种代志？哦，我讲咱食到这岁数，70多岁啊，还阁有哪来去小巨蛋？安尼含人安尼跳，啊，这要来吃是无简单。啊，食到这个年岁，有哪来吃？安尼仲满意。阿妈，我两个拢未去你小巨蛋过。是啊，三公安尼看到讲足好。你我老有来甲你看。有啊，头半有来嘿。哎，甲我讲，阿妈，我要安排着要塞火车，伊要安怎一个？啊，伊要切时间来甲我看。阿公阿妈咧煮菜时，一边煮过一边。哦，一边过会跳舞。超时髦的。是看你食到这个火锅汤，伊小鸡蛋就对啊。真是有价值。阿妈有价值啦。有，欢喜。阿公今天伊表演更欢喜，真欢喜啊！看着特别美啊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所以嘻哈阿嬷上台之前，我们要先在这个地方把个妹。嗯，时间管理大师。嗯，来，我主控者可以认识一下你吗？认识。嗯，我喜欢会跳舞的阿公，你们走开。外媒啊，嘞，慢考啊，我来扶你啦。谢谢阿公，谢谢阿公。好，但大家不好意思，我台语没有那么好。每次看到爷爷奶奶的时候，都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就是不管你几岁，从7岁到70岁，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抱有梦想。那透过街舞，透过舞蹈这个东西，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孙子、自己的儿女在小巨蛋齐聚一堂，我觉得真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演，爷奶的表演，会启发更多的年轻人跟其他的长辈们。这真的是我绝对不去，搁
尤其是我爸爸本来嘛就参加着这个活动，所以我就感觉，我就感觉讲，我对你们都歹势，我都不好的。无你是安怎？是啦，你嘛是安怎啦？因为人吼，伊心中吼，伊的拄啊身体唔拄好，即嘛就讲袂啦。所以讲，所以我讲吼，今日我本来我是足欢喜讲，我嘛甲母讲，我来啊，我嘛希望你再对我来，看着咱这时段，伫这舞台上。好啊！表演重大感情这场，这一生中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。我相信我母嘛一定有对来，一定对你边仔咧看。对头啊！我哭了，我先哭了。不要哭啦！不要哭啦！太头了啦！所以我们是应该要跟你们学，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力量，这样子，谢谢。那歌唱还不好啊？从奶奶从完全没有到现在这样子，那种感动真的是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。我觉得从一开始认识奶奶，然后从教他们，从那种画图，还记得在画什么切西瓜在那个白板上，就是为了让奶奶记忆这个动作，因为奶奶们在记动作的期间要搭配音乐是比较难的。那从这些慢慢的转变到有办法把音乐速度加快，我觉得转变超大。我们不认识他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是那个胡星光西阿妈跳街舞的哦，是不是？”听说你们要去小巨蛋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是我这最光荣的事情。阿斯看完了没有啦？我赌你看完了。看完了还不订阅？啊，现在是怎样？一群70岁的爷爷奶奶上小巨蛋，你看完还不感动，还不订阅吗？你有没有人性啊？夸张，订阅！你再不订阅，我一巴掌扇爆你！真的。